也想你。妈妈，我想你了。李律，你之前打过那么多的离婚官司，在这个领域，你比我更专业。我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判断，我还有没有机会能拿过一亿的抚养权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是孩子现在的抚养权已经变更了，孩子的父亲又发生这样的状况，对方又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只能说可能性很小啊。依依，怎么了？我们回家了还不开心吗？我还以为你带我去见妈妈呢。说别墅被拍走了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。这样也好，依旧不用离开家了。我以后每周能来看看依依吗？每周六你可以来看看她。那平时呢？我平时要想她的时候能来看她吗？从小我一手把他带大的，我怕他看不到我的时候他就会哭，他就会找我，可能也会睡不着什么的。行，我就每周六来看看他，能看他一眼也好。妈妈，依依。妈妈也想你。妈妈，我想你了。爸爸有重要的工作要做。可是我想跟妈妈说。想爸爸了是不是？爸爸他要好好工作，他好好工作才能赚钱给依依买玩具啊，对吧？依依不要玩具了，依依不要让爸爸那么辛苦，不要让爸爸那么辛苦。我知道你最懂事了，你乖啊。那你听妈妈话，你就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然后努力的长高高，长到很高的时候，爸爸就回来了，好吗？嗯。那你听话啊，我今天就先走了。妈妈，你什么什么呀？我会不要你的。